他说他需要钱，说要我帮忙，还说只是假装骗，不会真的让我跟那个人上床。我们之前玩过很多次都没有发生什么。偷我钱？不是。操你妈的，色狼哦，找死！你等我。 整女又怎样？你来这！别动！别装了！我没有碰到。喂！你干嘛？你成功！你成功！你干嘛？ 他说那个人是心脏病发死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死者身上的伤势，那些伤是他们弄的。说是要确定死了没有，台北市警方今天破获一个色情诈骗集团，主嫌是20多岁的B姓大学生，在集团内人称大师。集团内的成员几乎都是男性，以加密的通讯软体，那么以俱乐部增加会员的方式，累积所有的人气，并且透过威胁甚至利诱的方式，让女性进行性剥削及性交易，犹如韩国 N 号房事件的翻版。警方在这个集团聚会的大楼内起出了大量的照片以及影片，初步估计受害人数至少超过50人。你是不是在玩？你觉得你很变态吧？